在关怀站头前是有满满准备要来关怀的民众，根据台中关怀中心的资料，到今仔日为止 ，A 型和 O 型花大约存无到三天，是相当需要乡亲来踊跃关怀。为此，婚姻馆后壁宪兵互相协会是联合各单位伫岛内婚姻关怀站来举办大型的关怀活动，并且准备各项礼品，希望会当来吸引民众踊跃关怀。关怀这个活动，阮是阮分行后壁宪兵，每一年拢有办这个活动啦。啊，也秉持着一日宪兵，终身宪兵的精神吼。啊，要因为咱即马欠会，所以讲阮每一年拢会办这个关怀活动。就是 A 型剩下1.9天 ，O 型的话剩2.6天。那平均库存不足3天这样子，那再加上其实最大的影响就是说，我们每次疫情都是在第二次大学募血的情形下，就变成第二次大学的捐血都没有办法去，对，那所以这个缺口一直补不上来，真的17到25岁这个区间，那就是拜托爸爸妈妈、阿公阿嬷赶快鼓励他来捐血，那我们其实都准备一些礼品，要谢谢大家。这次关怀活动是准备真侪明星用品来送给民众，捐250cc 就会当送一份，但是捐500cc 就会加送一份。伊家伫安尼礼品吸引一下，会当募集到150个货量。现场除了基本的奖品以外，吼，会当阁会当马上进行抹彩，吼，就是讲若抽250块，有基本的礼品一份，阁一张的迄个抹彩券。哦，啊，那500cc 的，就是两块基本奖，搁两张摸彩券。啊，那大奖哦，有电视、TV、电锅、电风，哦，还以及在背包奖奖哦，拢总连连有奖，哦，准备今天拢总准备650块。另外，乡亲平时若是想要关怀，其实也会当来到了后车站遮的婚姻关怀站。遮的环境是相当舒适，并且够专业，让你人员来评估身体状况。其实你随时想到要来捐血都非常的欢迎。那我们的环境很舒适，再加上说捐血站是一个比较大的空间，跟捐血车比，其实它是更舒适、更安全。那希望大家还没有捐血的民众，赶快带着你的热血来帮助病患。虽然疫情有较平稳，但是关怀意愿一直都无升悬。今日透过这次关怀活动，会当来号召乡亲做伙关怀、做爱心，来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记者林佩莹采访报道。